超级夜总会有一个比较优良的传统，哦，会改歌词。哎呦，你有看到不？哎，我们其实，在节目也自己创作了很多歌啦，创作一些歌曲，对，我听过啊。哎呦，哎，不怎么样呢。哎，但我们今天又带来了一首的呢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，有没有？有很多事情是猛一看不怎么样，仔细一看还不如猛一看。所以你们要很怎么样？要给小女生信心嘛。听那男爱好信心嘛，来。出发吧，女孩，全台跑遍遍。参加超级夜总会十周年，啊，碰勾算勾，要鼻孔和方脸，啊，开玩笑的啦，苗姐姐美丽如仙，感谢有你们陪伴，相亲周末夜。节目长长久久，收视一飞冲天，啊啊！超级夜总会，用心来做会。哎，不错嘞！现炒了，现炒有好听。这条在，刚才一条换掉哦。哎呦！很流畅啊！哎，许志豪就没有这么厉害了。许志豪一脸茫然。对啊，哎，这是比改歌词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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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自己编的，自己编的哦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刚刚唱的那他们改编的歌曲，我觉得太正经，太正经了。我们应该再稍微有一点点歪一点，歪一点，歪一点。我那我认输，我这个人我太正直了，我没有办法歪。出去。但是我有创意的哦。好，老师来麻烦一下，起空哦。一起拿起钟，一起走星光大道。空格面前有五座，哎呦，搞搞搞搞搞！再加上可可理解，超野含金量最高。啊，超级夜总会吹得最好笑。为什么最后一句在骂人？对吗？太公好笑。啊，怪呢。哎，安娜安娜。后边一股啊，什么的，我哪哪，别搞怪怪，超级夜总会全台最好笑啊！你有哪笑？超级夜总会全台最好笑，上好更好笑。来碰哥，碰哥，你刚刚怪怪，无你唱，你唱，你唱，应该是全国最好笑。啊，你安尼去哩？对呀，别在安尼唱，你刚刚拢在骗人诶！安尼哦，你搁唱几摆？哦，爱上去哦。全国最超级夜总会，全台最好笑。要再上去吗？哎，好，算了，太难唱了，放弃了啦。来来来来，阿诺，应该是安尼唱啦。超级夜总会，可丽人上翘。阿内森，阿内森够醉了。我同意。